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这十月初六。根据通讯记载，这明仔在位于公蝶架北方，好时是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哦。下一个计算加开市，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好，再来来看咱彰化县的国小学生哦，讲初一早起拢聚集伫咧陕西国小比赛，即放风吹，为做国家到造型彩绘哦，拢总家己来哦，亲像即国粹版的千里眼、顺风耳，以及小光啊、放假人物，拢总飞上天时间，趣味够闹热。国小学生看到家己做的风吹飞甲悬阁远，心情是真兴奋。全县国小学生今仔日聚集伫陕西国小比赛放风吹，小朋友发挥创意，对骨架彩绘等制作过程，发挥团队合作能力，共同努力，让风吹顺利飞悬。好玩，就先粘骨架，然后再剪纸把贴上去，然后再提线。哦，那有成功吗？有，顺风了。要比赛用的。那你觉得做风筝好不好玩？好玩。老师讲，即卖小朋友用上侪时间伫电脑游戏顶，真侪传统的民俗游戏拢渐渐袂记。透过传统技艺比赛，会使让学生重新体验古早人的生活智慧。说，因为让小孩子说习惯都自己去设计自己要的玩具，然后看他们喜欢的图案，透过绘画去把表现出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技艺啊，然后让现在小朋友都是在玩电脑啊，然后做那些活动，所以让他们去体会一下我们古代人的智慧，然后让他们去学习一下啊这种比较古老的童玩。陕西乡寒冷的风筝头，大好适合放风吹活动。学生透过学习做风吹过程，培养创意，搁有团队的精神，嘛和民俗技艺深入后一代的生活当中。大中华新闻淡青陕西采访报道。今年一度的造水节咯，讲又搁要来展开咯。今年主办单位哦，搁专工举办这创意造水嘉年华，爱乡亲哦，穿着各色各样特殊的服装来北埔镇体验古早祖先造水的热情活力。今年一度的丽水造水节又搁要开始咯。这几年的造水节拢是吸引相当侪乡亲做伙落水来体验。主办的彰化县文化局表示，北埔镇是彰化边缘上重要的灌溉系统，为着让后代子孙会使饮水思源、吃果子、拜树头，每年的造水节拢有相关的祭典、造水的体验。八宝一郡、八宝二郡的灌溉系统啊，能够让我们整个彰化县的农产品得到最棒的一个灌溉的水源。那我们缅怀先人的德泽哈，我们每年呢都会举办彰化跑水节。那因为今年是建县290呢，我们扩大举办啊，我们会开放民众下去体验跑水的风情。配合今年的造水节活动，主办单位也个特别举办创意造水嘉年华，已经对全国各地报名的86支队伍选出20队，将伫活动当中装水水来造水。另外呢，我们也举办创意跑水大家都可以组队来报名哈装水水来造水。那我们也有很丰富的奖品，让我们现场的民众呢可以来投票。来选出最有创意、最有活力，而且最值得大家来肯定的跑水的队伍。主办单位强调，今年造水节除了动态的准头节，搁有造水以外，现场搁安排北埔镇社区深度的文化旅行体验活动，好耍好食行程，深入了解农村的在地文化。多种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那过来何必定82岁石雕勇士民俗技艺国宝艺赛，伊自13岁哦就开始学这车鼓、丁家南管的主题曲，表演的这牛犁歌是唱家演家真生动个笑开，尤其哦用心重视这民俗技艺传承教育，何伊哦是来得到今年地方基层的风草人物，要来接受总统的表扬。
何必国宝级的古雷瓜民俗艺术是雕用已经82岁，头脑身体都很健康，一堆13岁就自己学车古典还有南管主题戏，传承古雷瓜的表演，对民俗技艺传承教育很用心，可以得到今年度地方基层的风草人物将要接受总统的表扬。咱那是照古早的人家做，那我就舞蹈在那行，车古典应该就是叫做落地扫戏，落地扫的戏，吼、哦！啊，要做这落地，一定爱用迄个短剧、短剧，吼、哦，落去做。啊，大家是男女，啊，落去的时阵对答，啊，落去的时做笑话。啊，咱为了着要应即卖时势，所以我在迄阵啊40-50岁啊，落去伫咧做老师，再过落去编咱这个四句人啊，甲这个七句诗啊，啊，落去的时阵落，大家伫咧对笑。丁公所真推崇徐雕勇对民俗技术的用心，是后辈学习的典范。伊甘愿把伊的所学到的，啊，会当学习的教予别人。伊嘛常常讲，这种物件无啥人要来学，是安怎？因为足麻烦，啊，佮即马即工商社会，大家较无时间，啊，所以讲今年公所佮提拨了。受到真大的肯定。徐雕勇的古雷歌是民俗技艺一绝，靠着家己的努力学习，和这项技艺会使流传落来，更加成为雅高社区上界有人文特色的资产。大中华新闻淡水何美采访报道。蔡乡亲来去国立中华生活美学馆，看出生伫咧秀水乡的艺术家赵宗冠甲唐双凤，翁仔某两个人哦，讲是带着这后生甲查某囝做伙来展出家族六个人的艺术作品联展。展出的作品哦，共有即个加菜、油画、染影、书法以及综合媒材。赵老师哦，头一届将伊的这家族联展献予故乡，讲要甲咱中华乡亲做伙来分享甲。出身中华秀水的赵宗冠，唔那是一位研究生育医学，佮卫生镜头的妇产科名医，也佫是台湾知名的艺术工作者。过去常常和太太做伙举办夫妻双人联展，这回特别带着后生早囝回来故乡，将头一届家族联展献给中华。因为这个生活美学，表示讲咱伫厝内啊，吼，天空随意发挥啦，啊个。美的东西啊，吼，不一定哪一种用都是种表现吼，都拢好，所以就是希望这是希望这是我第一届吼，回故乡，把第一次献给我们彰化故乡。赵医师的查某囝讲，自细汉爸爸对囡仔伫画图方面的要求就真严格，就连过年团圆食饭的时阵，拢爱先画一张图。印象很深的是每年的除夕，我爸爸不先发红包，他就一人先发一张纸，然后就摆一个植物啊，或者摆一个东西，都叫我们画画，然后就是先画，就是吃完年夜饭要先画一张素描，画完素描才发红包。中华生活美学馆指出，这边展出是美学馆头一遍拄到家族联展，是相当难得的一档展出。大部分这个父母亲在从事这艺术创作，儿女不见得会继续他们的这个衣钵，就是因为赵老师他们整个家族都投身在这个艺术的行列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觉得说非常值得邀请赵老师他们这样的家族来展现他们一家人这么同心合意的从事艺术的创作。主办单位表示，为着要搭建土地、促进创作，赵老师在12年前发愿，要伫台湾行透透、画透透，嘛要展透透，所以是派着画具四界去画图写生，行遍台湾各县市，画下各地美景，嘛定定伫各县市的文化中心举办个展，甲民众分享台湾之水。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24节开的立冬哦，到底要安怎来进步呢？伫个鹿港哦，就有一间这温中办的这鸭汤，讲这汤头哦，饮了会回甘，对身体嘛真好哦。马上回来。